还有可以设备表，健身房。其实它蛮还好的嘛。为什么在那边那么？当，是觉得它有个味道，奇怪怪的。哇！好酷哦！我看，而且还哦，过不去，超大的，整个可以躺在这边哦，只是我想躺。然后它还有保险箱，你相机要不要放进来啊？我是觉得浴室很好玩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小。是啊，是蛮小的。Hello， 这个是儿童区，是我爱的地方。然后呢？阿妈说都是假的东西。这是儿童区啊，儿童专用区。对，你看你拍那个儿童专用区。儿童专用区。你看，夹自己，夹自己。夹多一点，然后你先跟我说。那你录完的话，你有比较长的在一起。啊，这就是两个了。Happy birthday